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家常饭菜，先来一块这个猪脚。这个炒的萝卜干炒猪头肉，这个萝卜干一包就这么一大包，然后你每次吃之前用冷水大概泡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把水分拧干，炒一下，炒腊肉、炒五花肉、炒瘦肉都好好吃。加点萝卜干给我吧，豆哥，萝卜干给我一点。好了，满足，拜拜。今天吃红烧鱼，
忘了做米饭了今天。这个是用北方大厨的调料做的，我这个放了半包，我那个置顶视频里面有教程，你们可以看一看，这烧出来是鲜香口的，不辣，很好吃。我为什么要穿一个白色的衣服穿吃鱼？拜拜。